我是公关列车长2014年9月7号，是角亭站，是角亭站，5.01分出来的是8781，哇塞，8781被抓下来了，然后代币4177始终保卫现场，拜拜，906再见。刚刚是8781次开往7度，听我眼睛看我7度，因为绿色我消失掉没多，然后900型906哦的新转，因为绿色我消去列车，然后这边是4174将北回线，开往树林的 ENU543区间车，也5:02刚刚四角形战士，超感动杀掉了，哇8781被四角形抓下来，那个画面真的太精彩了。好了，如果下面跟班长们多多点我们打击方面。然后个姿势就拿拜拜。他说刚是8781嘛，在四那侯统超越了那个3000嘛，就在四角亭又被抓下来了，真太可惜了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们，带你们多多给我们来观看，然后个姿势就拿拜拜。那真的太感动了，谢谢各位。